前几天发现一家冰火菠萝油专卖店，真是相见恨晚啊，因为他们几乎把香港原汁原味的场景与菠萝油复制贴上了。面包是每天现烤，他们不卖隔夜面包。有18种口味的菠萝油，最便宜的只要铜板价35元。艾玛自己也会做面包，他们的面包我给过，吃起来很香 Q， 搭配酥皮的脆度很好吃哦。冰火菠萝的意思就是刚烤好的热面包，加入冰冰凉凉的奶油，大口咬下，好过瘾哦。店家用的是纽西兰安佳奶油，是天然奶油，一点也不油腻。减肥中的我还是忍不住吃了2个，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。为了做到跟香港原版一样，老板不仅跟香港师傅学手艺，原料还买一样的，所以即使不能出国，还是可以在高雄吃到香港同等级的美食。记得点特浓千丝起司，现烤的拔丝销魂，口感很诱人。如果你到男子或桥头，一定要去买来吃。港式冻柠茶也是必点。即日起到2022年底，去店里报上通关密码，艾玛小厨房介绍来的会有95折。对了，附近有桥头糖厂，可以去走走逛逛。快乐很简单，就是跟着美食与美景走。祝你有美好的一天，艾玛小厨房，我们下个影片见。